们这次帮您安排的是我们饭店的尊爵海景房。那我们海景房的话，看出去的话就是面门外面的小湾沙滩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看一下您的房间号码。您的房间号码是4楼的4056号房。哦，你点口号码是4056啦，哪边 ？What's your room number？ 那我的号码是。这边的话是4064。哦，好。哦，点口号码是4064啊。这边的话，我帮你们做一下我们饭店里面的设施介绍。好。那我们在一楼，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户外游泳池。那我们地下一楼的话，有一个休闲娱乐中心。那我们饭店这边最有名的话，就是有一个隧道可以通到对面的沙滩。那以上的设施就给您做参考。这我们的行李。请问你房号几号呢？你几号？我4056。那警方的号码在哪？你57呀。我57吗？对呀。哦，我57。4056跟4057。对对对。好啊，那你们先回房，行李时候帮您送过去。哇。哎，来刚扣一片哦，给你黑豆一听不会差。I feel the rooms are pretty good here. I think so. 哎，你间房的号码在几多？4056。哎，这个。哦，不用了。哇。哦。我会懂讲哎。哎，借我参观一下。厕所。哇。好大的房间哦、喔！还有冰箱，有冰箱，还有杯子，当然有杯子。Oh my god！ 我的头好大啊！哎，啊，这你的棉风啊？是啊。不管了，借我躺下。No！ 哇哦！哇哇！为什么？你太牛了 ！You're special one。I am the chosen one。不过可能地方空了。你要看看啊。嗯，真挺牛呢。怎么房间里面还要放个椰子，还有水果，真的很贴心呢。真的。哇，还要让你去海天玩的。哇。海耶。这饭店也做得太精细了吧。那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也要先回我的房间参观一下，搞不好我的房间比你更好。好，你好，你的右边喝水。OK。好 ，See you。See you at the beach。拜拜。小屋 ，What's your room number？ 哦，我的房间是4057，跟你的间房号码在几多号啊？4056，等等要去海边对吧？没错 ，See you later。See ya。